我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来谈一谈关于汉字起源的问题。为什么要探讨汉字的起源问题呢？我想有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汉字有用，它和我们这个现实生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比如说吧，走到大街上。你看那一个一个的店铺，哪一家没有一个招牌用汉字写着？啊，北京的老字号，像这个全聚德、东来顺、同仁堂，啊，都有名人题写的店名。再比如上公园，这个亭台楼阁，啊，颐和园、长廊这样的地方。都有很多写着汉字的匾额或者是楹联。要是出门呢，游山玩水，在那名山大川里，啊，奇峰异石啊，等等，都有很多名人的题字，有的是很古的啦。要是在家呢，比如说书房吧。书房里有的时候要起一个书斋的名字，写上一个匾额放那儿，啊，或者呢挂几幅名人的字画，就连皇上也不例外。你进了故宫就看吧，啊，几乎走哪儿都有汉字。好像啊，这要没有这个字呢，皇上就不是皇上了，老百姓呢也不像老百姓了。汉字和我们这个生活呢，有密切关系，还可以从一个方面看出来，就是人的一生的道路。比如说，孩子出生了，家里添丁，这是大喜事儿。到了满月的时候，要庆贺一番。按照这个古代的礼节呢，要给这个满月的孩子剃掉胎发。这个在宋代的孟元老写的《东京梦华录》里就叫做落胎发。落胎发的时候呢，有很多亲戚朋友都来贺喜，啊，现在呢这叫做行剃头礼了，要送礼，啊，送礼，送什么礼呢？有一种礼物比较常用的，就是给这个小孩呢送一顶帽子。小小的帽子，上面缀着许多银器呀、什么的装饰，然后呢，总少不了写上几个字儿，长命富贵了，金玉满堂了，表示吉祥，啊，给这个孩子呢，祝贺祝贺。等到孩子长大了，七八岁的时候吧，该上学，认字儿，就请来先生。先给小孩呢教上几句书，比如说“人之初，性本善”这样的《三字经》，要么呢就教上几句《诗经》里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教了几句以后，再教他写几个字儿。这个时候呢，要先生拿着学生的手，啊，扶着他写，用那个红朱砂。写一页字，这就算什么呢？算破蒙，又叫做发蒙，也叫启蒙。这孩子呢，就算是要开始学习了。孩子长大了，要结婚。等到结婚的那一天，在他的这个屋子里呢，还有一个字等着他，就是一个大红的双喜字儿。这个双喜字呢很特殊，啊，它读音就叫双喜字儿，两个喜字并排放在一块儿，好像是一种象征，象征着这男女双方两个人，啊，是永久地结合在一起，也象征着男女两家这两个家族从此呢
有了一种非常密切的关系。啊，还可以说这象征着乾坤和合啊。咱们中国古代的书《礼记》上面说呀，婚礼者将和二姓之好，就讲的是这种事，这是大事。等到老了啊，人上了岁数老了，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字儿，就是寿字儿啊，祝寿、贺寿、庆寿啊，那个时候过生日都不叫过生日了啊，叫祝寿。这个寿字也不能少，经常是出现在家里的这个中堂啊，上面写一个大寿字。像这样呢，就是汉字几乎可以伴随着我们一生啊，伴随我们一生，是跟我们密不可分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们探讨汉字的起源呢，也就好比是要过问一下对象的身世，了解一下朋友的经历，总之呢，是对一个与自己生活密切相关的现象加深了解。第二个原因呢，要探讨汉字的起源，是因为汉字有历史，它历史悠久。世界上原来有过四个文明古国啊，在中东地区的巴比伦国，在这个非洲那边的埃及啊，亚洲的有印度和我们中国。中东呢是两河流域啊，那里呢在很早的时候诞生过我们人类目前所知道的最古老的文字，就是苏美尔文字。在埃及呢诞生过很有名的了，就是埃及的象形文字。埃及是在尼罗河流域。古代印度呢，印度有很多河流，著名的是恒河啊，古代印度也有古代印度的文字。那么我们中国呢，就是黄河和长江流域了，也有我们中国的文字，是甲骨文。这些古老的文明国度随着这个历史的演变呢，有些就渐渐的啊消亡了，他们的文字啊也没有了，就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只有我们中国的文字啊，虽然现在用的样子和以前的那种不太一样，可是是一脉相承啊，有迹可循的，是一条线演变发展下来的，没有断，这是一个奇迹啊，在世界上是唯一的一个使用时间如此长久的文字。所以我们要是了解汉字的起源呢，也就是等于在探讨人类文明的源头之一，同时也是在探讨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汉字美，它有美感。汉字的构型和现在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文字很不一样，它是方块字啊，那就有上下左右里外中间，写的时候呢就很有讲究了啊，就很有讲究，这个各个部位啊，各个位置上的各个偏旁部首啊，它们的对应啊，大小的比例都要处理好。而且呢，汉字是由各种各样的笔画组成的，笔画的形态非常丰富，光是一个点儿就有很多种点儿法，点起来的姿态模样很不一样。那么写的时候呢，就要根据每一个字的具体情况来处理它，这是一种很高深的技巧。我们中国呢，历代有很多
很优美的书法作品。古代的文字咱们现在就不说了，就说现在流行的楷书，这是早在魏三国魏的时候，就是汉魏时期就开始有楷书了啊。最早的现在一般认为是钟繇的宣示表，但是那个时候呢，楷书不是主要的字体，还有隶书啊什么的。等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楷书就渐渐成为一种主要的字体，而且开始定型，然后一直流传至今。光是这一种字体楷书，在书法上来讲就有很多种流派，比较著名的像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赵孟頫这些大书法家，各自都有自己特色鲜明的书法流派。那么行书啦、草书啦、还有篆书啦，这些呢流派也很多，就不能一一说了。像这样一种非常美的文字，我们探讨它的起源啊，就有助于我们去进一步深刻地了解这个字的美感所致。怎么就会这么美？看看它的字体演变啊，能够加深了解。第四个方面的原因，是汉字有理性，它是一种有体系的文字。汉字的字数很多，现在我们在把汉字输入计算机的时候呢，有一个术语叫做字符集啊。你像英文就是26个字母，大小写加起来52个，那么它的字符集是52个。我们汉字的字符集呢，就是说汉字的数量有多少呢？按我们现在最新出的汉语大字典，有54000多个，不一样的，不重。54000多个汉字，相当多的。但是这些汉字，并不是说随随便便、随意性的造出这么50000多个。而是按照一定的规律啊，有一定的组织规律来形成这样一个庞大的汉字体系。这里面的规律呢，最早在东汉时期啊，有一个学者叫许慎，做过一次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写了一部很有名的书叫《说文解字》。在这以后呢，历代学者都做过大量的工作，把汉字的系统、它的理性的成分逐渐地发掘出来。而后来就在本世纪初、上一个世纪末，我们发现了甲骨文。这种古老的文字由于字体的变化，当时人们看见的时候呢，并不能很快就都把它认识出来。根据什么去认识它们呢？就根据汉字的这个结构啊，它的组织的这种系统性的原则去推测研究出来。所以呢，这个汉字的这种有理性的组织结构是一个很大的特点。比如说在《孟子·梁惠王上编》里有这么一段话：王之服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这段话中主要涉及到三个方面的事物：一个是苗，一个是云，一个是雨。苗这个字从草、从田，是个会意字，表示生长在田里
像草一样的植物，那就是庄稼苗。云是个象形字，像一大朵云彩。后来字形变了，上面是代表天空的横道道，下面是表示云彩的弯曲的笔画。雨也是一个象形字，像雨从天降的样子。古汉字里雨有很多个意体，这些是其中的一部分。这三个字形本身就可以构成一幅图画，描绘出孟子所说的情景：大旱天，地裂苗枯，忽然间天空中乌云密布，大雨滂沱，禾苗有了 雨水，这就欣欣向荣了。像这样奇妙的文字，怎么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呢？怎么能不让人们产生追其本、寻其源的兴趣呢？所以，探讨汉字的起源，既有现实的原因，也有历史的原因，既有感性的原因，也有理性的原因。下面谈谈第二个大问题，汉字是如何形成的？关于这个问题呢，古人和今人有不同的看法，主要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太一样。古人呢，侧重于讲汉字是什么人造的，今人呢，侧重于讲汉字是怎么发展演变，最终形成的。就是说，好比是在这个人类的起源问题上，有两个，古今有两个看法。古人说人是上帝造的，而后人呢说人是进化来的，啊，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进化来的。这就跟汉字上的古人和今人的观点之不同呢非常相似。我们先看看古人的说法。第一种观点，古人认为是圣人造的字，没有说哪一个圣人。这个观点见于《易经》，《易经》的《系辞》里面有一句话，说呢：“上古皆神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器。”皆神而治，指的是用一根绳儿，上面打上各种各样的结，用来记事，用来帮助对这个社会的治理进行治理。结绳呢，现在我们在南美洲一些部落里还能够看到比较发达的结绳的遗址，他们采用不同颜色的绳子，长短粗细都不一样的绳子，结成大小不同的结，而且有不同的数目，啊，用以记载各种各样的信息。那结绳的水平是相当高了。可是我们的老祖宗怎么结绳，我们谁也不知道，因为在我们中国的这个历史文物里还找不到一条是几千年前祖先传下来的打了结巴的绳子。《易经》上说呢，上古皆绳而治，啊，在他们那个时候似乎已经是很久远以前的事情了，啊，上古。到了这个《易经》作者，这个系辞的作者这个时代呢，啊，他认为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器，至少也比这个系辞上的作者要早了，啊，后世圣人，易就是更换代替，用书器代替结绳。那么书器是什么呢？东汉学者
郑玄多次提到这个书契，他说：“书之于目，刻其侧为契，各持其一，后以相考核。”他给《易经》系辞作注的时候这么讲，意思是写在木头上，在木头的旁边刻上契，就是刻上几个道。各持其一，一方拿着一块，那就得两个木头啊，一方拿一块，以后来考核验证合拢，放到一起，契刻的纹路吻合了，说明这是一回事儿啊。郑玄又说：“书契，取与事物之卷也，其卷之象，书两匝，刻其侧。”这是他给《周礼》作注的时候说的。取与事物，取向人借东西，与借东西给人，事物购买东西，就是交换。券是一种证件的形啊，就像合同契约这样的东西。那么它的形状呢，说书两匝，写在两个木头上啊，在它的旁边加上契刻。他又说：“书契为出与受入之繁腰，凡布书之罪目，欲送之腰辞，皆曰契。”这是他给《周礼·小载》做的注，这里面讲的这个书契呢，用途更加广。一方面是出与受入，还是前面讲的取与那个意思。还有呢，布书之罪目，就是一个目录提要。是欲送之腰辞，就打官司，那个判决条款，啊，都可以用书契的形式。那么根据他的说法，我们可以知道书契类似于今天的合同、借贷证明等等一些表示授受取与关系的文件，由两个木头或者竹片组成，在上面写上同样的内容，合在一起，在同一侧刻上不同的道道，然后当事者双方各持一块，以后是要验证的时候呢，拿到一起相合。这里面讲了书契，主要讲的是契，没有讲书。书是怎么来的？上面书写的那个字，谁发明的？按照这些解释，包括《易经》系辞的解释，都没有很清楚地说出来。我们可以根据道理推测，那就是说后世圣人开始使用书契以取代接绳这样一种方式，那么这个文字的产生呢，可能就是跟这个圣人有关了啊，这是一种圣人造字书。易经是很古老的书了，易经的系辞呢没有易经那么早，它是战国时期到秦汉时期啊，这段时间产生，传说是孔子的啊，今人认为就是战国时期的。同样是战国时期的学者啊，有一批人认为汉字的起源呢和一个有名有姓的人有关系，这就是古人关于汉字起源的第二种说法，仓颉造字说。那么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我们可以在韩非子的著作里看到，韩非子五度里面讲：“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桓谓之思，背思谓之工。”这说的是仓颉造字的时候，思字是让他绕个环儿造出来的，反过来呢，背思呢就是工字了。他的同学
李斯也是秦始皇的丞相了，啊，也是这么说。他说呀，仓颉作书，以教后裔，啊，为了教给后人，让他发明了文字。这个说法到了西汉时期就传得更神了，因为汉武帝呀，独尊儒术，罢黜百家。那么当时呢，研究儒家经典的风气呢是非常盛的。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儒家学说在西汉又一次获得了这个生机。人们就说呢，这个儒家经典得以保存下来，经过那秦火之后保存下来，靠的是汉字的功劳啊。所以啊，对这个汉字就非常重视。那么对于汉字的起源呢，也加了一些神话的色彩。比如说《淮南子》里讲，昔则仓颉作书而天雨属，鬼夜哭，说当年仓颉造字的时候，老天爷降下粮食，鬼神在暗夜里哭泣，这是感天动地的大事。那么这样一来呢，汉字当然就变得是与众不同的，非常神奇了。光这样还不够啊，汉代的伪书以及到了东汉的时候呢，汉字传的就更神了。至于怎么个神法啊，他说啊，汉字造汉字的仓颉是四个眼睛的人，这个四个眼睛的人的形象是怎样的呢？我们得下次再说了。